你正，行嘞，请坐。哎，大家好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民政府哈，迄司法部林明成哈，林永。我先做一个调查哈，咱在座敢有原住民？若有，咱举一下手嘞。哦，有哈，好好好。啊，我若讲台湾话，唔知听。听有无？都听得懂啦吼。因为我是拢讲话吼，拢较介讲台湾话啦吼。啊，华语我是尽量较无咧讲，包括上班的时阵哦，伫外口上班的时阵，拢袂爱讲台湾，迄个拢袂爱讲迄个国语哦。哎，华语嘿。咱今日吼，一课要来认识咱啊做台湾的迄个原住民吼。咱遮迄个台湾民政府遮正式甲迄个咱的迄个。台湾的贵族哈，贵族啊，台湾的贵族哈，咱给一个正式的名称，把它还原回台湾的原来的主人，好，原住民哈。咱这节课哈，要来讲啊，做迄个这是目录啦哈，迄个有迄个台湾原住迄个原民族的介绍哈，啊，迄个通讯学院哈，我较定再搁安排一下呢哈。首先，咱来介绍咱台湾的原住民哈。那按照迄个语系啦吼，按照迄个语言哎来分啦吼，会当分做四种语言，有四种语系，哦，一共有四种语系，哦，包括迄个是巴丹语系吼，这是咱台湾迄个以前讲做海洋民族啦，海洋的高山原住民哈，这个在迄个也做中华民国迄流亡体制下正好笑的一个分法啦吼。高山的海洋原住民啊，足奇怪的啊！讲咱也做高山族啊，啊，这是来，啊，这我正式讲，这是咱海洋的原住民啊，海洋的原住民啊，这就是迄个达悟族。啊，过来就是泰雅语系的哈，咱泰雅语系的部分分做三，分做啊做泰雅族啊，泰鲁格族跟赛德克族的三个大的族啊，其他它其实里面还有分二十几个支族哈，这个部分。迄、那个我往那甲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在迄个周语系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周族吼，周族甲鲁凯族啊，周族内面吼，伊个有分卡纳卡夫甲啊做沙鲁啊，吼啊，因这个周族吼，我特别甲介绍吼，因虽然叫做周族嘛，周族拢总以前搁较古早的时阵拢总有四个部落啊，啊，因为尾啊有一个部落吼，因为尾啊无团囡啊，啊，就尾啊搁甲别个族搁甲夹起来。啊，因彼此之间的语言哈，虽然都是周语系哈，拢是迄个周族的这个语系哈，不过以这个彼此之间哈，因个维语个未通，哦，周族他们彼此之间那个这几个那个部落哈，他们的彼此之间的语言不通。那最近哈，因有在做交流的一个动作哈，包括交流，因的文化同款，不过语言未通。啊，过来就是台湾语系，台湾语系是咱台湾哈所有迄个啊做族群内面统大一个。语系吼，包括迄个原住民的部分吼，阿美族吼，阿排湾族，啊布农，啊比兰族，塞夏族吼，邵族，格马兰族，萨奇莱亚族，这种是迄个排湾语系的，吼，哎台东那边对，啊过来咱原住迄个原住民的部分，原住民就是咱即马咧讲的，讲以前讲啊做平埔族吼，阮即马正式甲这迄个也做定义做。原住民哈，原住民凯达格兰族、巴塞族、雷朗族，吼、哦，龟伦族就是往咱即马这个所在哈，这个通这个所在哈，孤山咱这孤山嘛哈，啊龟伦族这个部分哈，啊巴宅啊格哈乌族啊巴布萨啊荷安雅啊巴布拉族哈、啊、到卡斯族、吼吼族哈、吼吼族哈，袂当用华语来甲念，爱甲念做高高。哦，因是叫做狗狗，唔是叫做虎虎，吼、哦，迄虎虎是迄个对因一个侮辱啦，吼、哦，因叫做狗狗，啊，啊，不过这个族群已经含迄个噶玛兰已经合并去啊，已经叫因合并去啊，啊，这个过来西拉雅族，哦，啊，大曼族、马卡道族，这三个种族吼，拢、哦、是由迄个西拉雅族吼，诶、哦，本族才阁分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确定我来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啊，这个以语言来讲吼、哦，所有的迄、那个关迄、那个。还是住伫咱迄个平地诶原住民，甲做迄个高，迄个啊做伫咧迄咱
住在比较高高海拔、较深山的这些原住民吼，大部分拢是台湾语系的吼，这是咱台湾的第一大迄个语系。啊，咱台湾这个名称吼，甲这个台湾吼，嘛是有一个关系啦。咱遮人起来是问咱是迄个荷兰人问讲，啊，恁这是啥物所在咧？吼，咱若甲讲这是台湾啦，吼，台湾啦，台湾的所在吼，我是建议讲这我那改用迄个英文拼音吼，不要用台湾啦，用 B 开头啦吼。我们要在个中国 China 哈头前哈，过开人头前，咱从 A 排到 Z 嘛哈，我们要比他更早，这是我个人的感想啦哈。咱台湾人一定爱比中国更加先进，更加厉害，所以咱用 B 开头啦哈。后边看会使改错啊，做台湾嘛哈，台湾啦哈，卖阁用迄台湾的啥 P 开头 ，P 排到最后边啊，哦，这后边看当改用台湾话吼，甲正名改做 B 开头哦，台湾哦。这就是迄个我简单吼做一个迄个啊做以前吼以前的用法，甲即马迄个咱的定义的用法吼，诶一个分析啦吼。较早前吼，迄个即马迄个地方政府在用吼，因甲咱分做高山族吼，甲平埔族吼，啊，因这是一个政治分化的目的啦吼，因就是要甲咱分化哦，各族吼，家己去修平吼，家己去修正安尼吼，啊，甲咱分做无同款的种族，啊，咱就袂歪，袂做伙安尼。好，啊，咱 TCG 这个定义吼，咱即摆个定义做原住民，好，原住民甲原住民，好，这就是咱代表咱台湾世代传承的一个正式的血统，啊，这正式的血统哈。咱台湾的原民属于南岛语系，啊，南岛语系的部分哈，伫咧台湾用族群的地理位置，他等讲的是用语言来解分啦，哈，来解分细分哈，会当分做四种语言系啦，哈。啊，即摆咱用迄个族群的地理位置哦，会当分做两个，啊，两个所在，一个就是迄个大理山区的原住民哈，即摆有14族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伫咧边迄个平原地带哈，的迄个原住民的族群哈，即摆有10族，啊，拢叫做迄个以前，即摆是讲啊做平埔族群哈。伫咧迄个啊，做加拿大诶，因诶族群吼，迄个来咱台湾进前吼，都踮即个所在吼，生活四五千冬吼。啊，我即写即四五千冬是较保守啦吼，即卖都去改做一个迄个考古的那个，咱踮迄个伫咧台南迄个啊，做山区迄个所在吼，咱找着迄个同早诶啊，做迄个以前咱祖先诶迄个骨骸吼。你该做迄碳十二的那个迄个也做检测吼，会当推算到也做12,000几吨，吼，啊甚至讲会当讲吼，12,000几吨前咱的祖先已经住伫遮，吼，啊咱的 DNA 嘛拢甲遐骨骸已经拢符合啊，啊所以当证明讲咱台湾的历史吼，实际上的历史，咱因为咱有语言，咱无文字吼，无甲记录起来，啊实际上咱的文化吼，拢总已经10,000几吨啊，吼，甲因中国是无同款的。过来，我先来简单来介绍咱迄个啊做原住民的文化哈，就是咱即马讲的讲北埔族的文化哈。咱北埔族的迄个啊做区域吼，则有改做一个迄个地理位置的那个地理位置的迄个诶介绍了哈。伫咧同南平民吼，则对迄个西拉雅族系的哈。我讲这西拉雅族系，它还可以伊过当分做三个大系，即个本族。哦，本族就伫个迄个啊，做新化、新化吼，马道即个附近，啊，过来就较南边吼，就是马卡道族，吼，马卡道族甲西拉雅族，佮另外一个就是哦，咱迄个两年前吼，迄个啊做迄个大满族吼，大满族的所在吼，迄所在已经向袂去，啊，佮咱啊佮一部分的大满族的迄个西拉雅族系的族人吼，啊，佮伫个住伫个啊做台东吼。住伫台东迄个关山迄个所在，吼，啊，佮咱啊佮一部分的人，啊，伫迄个所在，啊，佮起来即个我家己即个所在，吼，即就是迄个洪雅族，然后河安雅族，吼，慢慢讲河安雅族，吼，过来佮起哩，即就是迄个过迄个落水溪起哩，吼，即就是哦巴布萨，吼，巴布萨族，啊，佮起哩，即就帕布拉，哦，帕布拉即个族群，吼，已经在迄个中国的迄个中国的时代，吼，中国迄个伫清朝的时代，吼。诶，都有发生一个叫做大刀山的迄个国的一个战争啦吼，有一个以前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大刀王国，
啊，咱介侪迄个平埔族个族群拢伫迄个所在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由于即个迄个叫做战斗个关系吼、哦，所以即个帕布拉吼个族群吼，大部分拢已经无伫即马即个所在，伊即马已经迁去伫个迄个保利，啊，佫一部分个人迁去保利，啊，共对杀差不多十几冬个时间，吼、哦，除了迄个大都王国迄、那个叫迄、那个啊做巴济嘛，吼、哦，佮巴济迄个拍起了后吼，啊，一大部分个。迄、那个也做族人吼，迄、那个已经拢无去啊。啊，小部分的人吼，啊，怎伊对迄个也做保利加做迄、那个，迄就是嘛，迄少主的所在，迄、那个伊话谈的咩所在吼。啊，佫起来遮就是迄个巴济，吼、哦、巴济，啊，佫来佫起来遮地，我庙的迄个附近啊，就是道卡斯族。啊，佫来佫起来这个所在吼，迄、那个他都在讲龟伦族，就是咱桃园这个附近吼。啊，即我遮无甲标示着吼。来个起来，即我台北盆地吼、哦，台北盆地即个所在是迄个凯达格兰族吼、哦，啊个起来即卡马兰是较往迄、那个咱即个东部这边遮，东北部遮吼。即卖讲法吼，普遍甲迄个平埔族的迄、那个原住民吼分做十种吼，啊那用语言啦吼，啊有迄个做迄个语言学家吼，迄、那个李仁奎先生吼，会说会讲法啦吼。会当甲迄个平埔族分做七族，吼、哦，有七族啦吼，七个正族啊吼，啊然后十四支啦吼，因为像迄个巴济甲做迄个加迄、那个啊做加布啦吼，加布伊个语言有，他都有问迄个潘先生啦吼，讲有差不多五十趴左右吼，相近啦吼，啊相近有可能是同一族吗？啊是讲啊做是无同款的呢？吼、哦，这有可能是大小隔壁，啊为着要联络吼。哦在讲，所以有一点啊，有去偷到安尼，迄语言会去偷到，所以用迄语言来分哦，是较无合理啦。吼，啊，不过伊这个这李仁奎先生伊的著作，我嘛是爱家提出来，甲大家做些解说安尼。吼，啊，我因为我本身哦是迄个台湾族的后裔，我妈妈迄边是大满族的，就是迄个小林村大迄嘉善迄个所在吼。所以我用迄个阮。大满族人来介绍迄个平埔族的文化，因为其他的文化我唔是讲全部完全了解啦吼，不过我嘛是有点啊有咧用心在做研究吼，啊我希望讲我用阮迄个做台湾那边吼，啊嘛会当做我家己本身的一个纪念啊，啊嘛吼大家知影讲阮台湾那边的迄个一挂文化吼，啊交西拉雅族啊交其他的平埔族吼，啊看有共款无呢吼，啊阮平埔族的人吼是啊做。灵魂崇拜民族，哈、哦，阮是拜祖先，哈、哦，阮无拜外神，阮是拜祖先，哈、哦，阮是真敬仰阮祖先，啊、哦，对神明的观念都是来自于祖灵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西拉雅族系，哈、哦，伊的马卡道族、大满族，哈、哦，这两个部分，佮迄个四湖，哈、哦，就是拜这个迄个灰啊，哈，迄灰干啊，种的，当作阮是诶，阮的祖灵的图腾，哈、哦，啊，也被称为拜湖民族，哈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。灰仔的大小吼，迄囡仔的大小吼，啊形状啦吼，在啥物色啦吼，迄无重要吼，重要就是迄咱就一个囡仔吼，就那像迄个啊做竹叶青的囡仔安尼吼，啊你内面有甲放水吼、哦，一定要放水啊，然后顶头插竹叶青也好啊，插迄个做迄个青叶啦，啊有的人是插花，吼、哦、我当关山遐嘛看过有插花，吼、哦、啊这拢是对一个祖先的一个尊敬安尼吼，啊迄、那个水叫做向水啦吼，啊向水就是。那普通时也袂去用到啦，啊那厝有啥物袂平顺的时吼，啊代志处理了，爱搁甲换水，安尼，啊迄换水的时间哦，伊无固定，啊都，迄拢是自由啦，吼，啊足侪所在有固定时间，讲初十五爱换水，啊初十五的观念是对中国迄边来，吼，啊这观念是不一定是正确啦，吼，啊伊我知影是有代志的时吼，都爱换水，啊厝有红白事的时爱换水安尼，等于甲祖先吼，改讲者，讲哦，阮即马厝内边有啥物红白代志，红事啊白事的代志安尼。啊，阮小林村的迄个大满族吼，迄嘉善家是同齐吼，国较阿伯叫伯进前是同齐大满族的后裔拢住伫遐吼。伫咧啊做吉那吼，迄、那个清朝诶中叶时阵吼，都有刷来伫咧迄个小南这个所在吼。啊，这个阮这个小迄、那个大满族吼，是安那会含迄个西拉雅族分吼，我甲。大家介绍一下吼，这是一个传说啦吼，不一定正确。啊，不过我听阮厝内面的下外讲是安尼吼。以前迄个西拉雅族吼是足大的一个族群吼。啊，因是贵族制，是贵族的制度。啊，伊甲马卡道分就是因为因是迄个贵族咧分收
吼、哦、啊，就是啊，就白白拢因为树大会开枝散叶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大坑的所在，啊，无恁踮迄个所在，佫另外佫设一个吼、哦、拜公妈的所在，也是迄也做公社啦，吼、哦，以前佫是公社的所在，啊，古来就踮啊，就拢无佫转去西拉雅的原本的所在，有诶大坑的所在吼，就怎啊佫就踮迄个旧金山高雄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伫处理安尼，啊，阮大满族的人吼、哦，就是一寡马卡道族，啊，甲西拉雅族，吼、哦。诶，囡仔啦吼，诶，出去外口吼，若去人庄头遐吼，发生代志吼，讲啊紧诶，就是冤家啦吼，甲人冤家诶时阵吼，啊，伊会要避咧吼，因为人已经搁拍倒当，啊，拍倒当诶时阵吼，死啦也啊，甲马下斗诶迄中路吼，因无吼，即个囡仔搁当来，因为甲伊若吼，即个囡仔搁当来吼，会造成讲啊，迄个歹代志吼，会带来迄庄头伊，伊无爱无希望安尼，啊，所以就那死啦诶囡仔吼，啊，甲马下斗诶囡仔，若伫外口甲人冤家。哦，伊就甲伊赶出去，啊，赶出去的时阵，遐囡仔要避地，啊，避伫半山腰的，所以，迄、那个大满族的人吼，拢、哦、伫半山腰，伫个关山，吼、哦，啊，家己的宫殿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高雄的啊，做迄个小南，吼、哦，这个附近遮，吼、哦，所以，阮的地理甲，是啦，阮伫咧要去咧甲半山腰，是啦，叫做还是平埔族哦，就是因为安尼来的吼、哦，啊，阮这個平埔族的后裔吼，伊、哦、迄个大满族的形态吼，嘛、哦、是含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希腊族吼，甲马卡道族同款是以渔猎为主吼，就是拍拉甲掠鱼啊吼。以前遮足济迄个西部边关啊吼，迄、那个所在啊高雄迄个所在足济迄个鹿啊好拍吼，啊即摆是拢无啊啦吼，拢梅花鹿哈，梅花鹿足济好拍，啊拢是以渔猎为主。啊，大家囡仔吼，细汉的时阵都爱来接受这训练吼。啊，即、這个翻色、采风、土烤吼，伊、啊、即、這个物件是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清伫咧啊做清朝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时阵是学者哦，去做一个研究啦吼。伊有甲记载起来吼，讲十岁以上的囡仔吼，就开始爱来练习迄个拍啦，吼、啊、来开始来射弓箭嘛。啊，练到熟的时阵哦，三四十步的时阵吼，阮就会当拍到迄个猎物，吼、啊，会当达到猎物。过来介绍阮白埔族的精神寄托吼，弓蟹，啊，弓蟹啦吼，这蟹、個、吼，这个字，这是迄个啊做。迄、那個、中国的迄个啊，做中国人吼、哦，因甲阮粗话啦，其实叫做公虾啦，吼、哦，伊买甲阮写虾咧吼，公虾咱人民公虾咧，今那是含迄个啊做，迄、那个啊做中国大陆迄个毛泽东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咧吼、哦，所以因迄个啊做，迄个流氓政府吼、哦、来咱台湾来一挂学者，伊甲改做公蟹啦吼、哦，啊迄、那个蟹就是迄、那个讲啊，就是公虾，就是一个。共同大家拜拜的所在，祖先大家共同拜祖先的所在，哦，这是叫做公社啦，吼，我即摆要念做公社吼。即摆啊做嘉兴啊、阿里关啊、小南、内蒙哦，这所在啊，佮有平埔族的迄个公社伫个遐吼。啊，阮拜的祖先吼，就是阿里族，哈、啊，阿里族啊。啊，公社啊，过去是公社是过去是族人吼，祈福求平安吼，啊是安逸吼。安伊做法问，迄、那个问代志吼，啊，甲问一寡吼，迄、喔、厝平安无？哈、啊，那像就是即卖伫办事啦，吼、喔，伫办事的所在啦，哈、喔，办迄个也做迄个做法事的所在，哈、喔。啊，当时嘛是族人吼，伫、喔、聚会吼、喔，啊，看戏吼，嘛、喔、就做一寡看戏的一寡活动中心，吼、喔。啊，阮对即个阿里族啦，吼、喔，诶，讲法啦，吼、喔，阿里迄个是一个泰祖啦，吼、喔，泰祖诶，咱迄个大满族诶守护神是叫做。阿里族，吼、哦、阿里姆啦，吼、哦，啊有诶，啊做西拉雅迄边，甲做马卡道迄边，阁有分做老祖，吼、哦，啊甲泰祖，吼、哦，即拢无共款，毋过拢是共款诶啦，共款诶物件，吼、哦，啊我拢会甲迄个泰祖吼，放到公社内底，吼、哦，啊阮无咧拜迄个吉纳诶迄个神像，吼、哦，搁较早前是无拜，吼、哦，是拜迄个甘呐，吼、哦，迄个花甘呐，那是看诶，那是花甘呐，有甘呐，吼、哦，嘛是会使啦，吼、哦，就是有一个瓶子，就是拜个符安尼，吼。我无，迄时一开始是无拜迄个吉纳的神像，啊，搁较过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日本时代的时阵哦，皇称作藩嘛吼，白埔族皇称作石藩，啊，古啊咱的原住民哦，迄时皇讲啊做青藩，哦，迄时就甲咱粗话，哦，甲咱丑话，吼，甲咱讲咱啊做藩就了，讲袂听就对啦吼、哦，啊尾啊皇讲到尾的时阵哦，啊因即马就用这中国神哦来咧拜拜咧吼，因咧初一十五爱拜拜咧吼，啊门口埕都爱拜出来咧吼。啊，你若要摆出来的時候，先人就讲，你若知影你是亚洲迄个白族的人啊，吼啊，所以就尾啊，就看人摆摆，到尾啊是啊，无咱来家乡对摆无方，讲咱是反嘛无好咧吼，干脆尾啊就
大家都拢唔讲哦，咱唔承认咱是迄、那个阿做迄个白婆族的人啦吼。伊个因为吼惊讲说阿做反啊臭名啦吼。啊一开啊，阮拜是阿做拜迄、那个阿做迄新州吼，啊迄、那个猪头骨条吼做代表吼。啊拜拢是祖先吼。啊太祖的魂灵吼，放伫个阿做树林的厝内底吼。啊放伫个阿做迄个新都啊吼，新都啊以前有一个新都啊道兵。啊这个道兵正兵吼，其实就是我头顶写写道兵，较定我会写一个正兵啊。因为新民道的道兵就是咱看入面大厅看入面的正兵，等于我的道手啊，就是大家正手同款意思吼。迄、哦那个壁角啦吼、哦，所以阮这个叫做壁角佛啊。阮台湾迄个也做迄个台湾的诶族人内底吼，厝是放迄壁角佛这个物件吼，啊放一支那迄个花杆啊，顶头插迄个万年青啊，倒水安尼，倒香水安尼。我来小林村平埔夜祭吼，伫咧每年的九月十五号吼，迄、那个暗时啊在咧拜吼，啊差不多迄、那个天差不多伫要暗的时阵吼，阮就会开始来准备吼，拢迄夜祭啦吼，啊来拜这祖灵吼，啊伫咧迄个老母光的时阵，啊准备伫要日头伫要落山的时阵吼，阮会头递迄个烟仔花环，吼递烟仔花环，啊做玛卡道主的是递啊做。万寿菊啦哈，因地脚可以，啊有当时啊因会插一挂迄个牛毛啊，也是迄个羊毛啊，做无同款的一个，啊阮是干那烟花款的，啊因有因的是佫插一挂迄个象征物啊，啊看了知影讲啊这是无同款的所在安尼。啊阮诶，阮咧拜迄、那个拜这个啊做业绩啊，拜这個太祖的时阵，阮会穿迄、那个规身躯拢会穿白色的衫吼，啊伫咧红衣的带领之下，手牵手吼啊。啊，打着迄个四部的迄个啊，做迄个舞步吼，啊，然后用阮的迄个白布做的语言啊，唱看曲，啊，阮有迄阮家己的语言讲看曲吼。啊，白布文化吼，同接近这个外来者吼，外来者就是讲中国啦吼，也是讲日本人啦吼，迄、那个都是因为安尼吼，因为阮同介接近，所以阮的一寡文化吼，常常拢介南到尾的时阵吼，啊，佫很粗化。啊，初我甲尾啊，怎个家己怎个无这个文化去安尼？咱的原住民吼，阮的原住民是较幸运的所在是讲，因无甲因南调吼，所以咱甲真因作势，只有大家族群拢啊有家己语言，有家己的迄个文化，拢啊要得哩吼。尽管是无文字啦吼，不过咱即马到时，咱民政府用罗马拼音吼，甲咱的迄个文字吼做出来吼，咱后边都是用咱的文字，啊语言无共款无要紧，不过咱。会当加减做一下迄个所谓的族群交流安尼，啊，当初时吼，伫咧啊做新南迄个所在吼，有委托迄个民间学者哈，老黄岳先生吼，伫咧小南国小吼，有做一个台湾第一座的迄个屏保族的文物馆吼，啊虽然是伫咧教室内面吼，搭一个啊做迄个公社吼，加迄个家务啦吼，就是厝啦吼，啊我会甲当初时啊，当年的一挂迄、那个。留落来一挂相片的时候，大家看安尼吼，然后迄种我拢有留存起来吼。啊，伫个迄个王天禄老先生吼，诶，锻炼之下吼，阮的文物馆全部拢是阮家己动手做吼，阮无去摕迄个流氓政府的钱来做吼，因流氓政府要甲咱消费到咧卖去啊，哪有可能互咱家己要恢复咱家己的文化？吼，这一直拢是安尼啦吼。所以这个物件拢是阮家己做，家己出钱，家己出力啦吼。啊，物件拢取自大自然，拢是取自大自然。啊，阮内面吼，嘛有一挂迄个标记甲天梯啦。啊，他拄啊，可能啊做，即阮的天梯看起来含咩道教的天梯，小可同款，不过有无同款的所在啦？我较点嘛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。我有把相片，我那有把抓来吼。这是阮北部族人的迄形体啦吼，迄当初时的留落，迄个日本时代吼，日本时代的啊做相片吼，阮甲翻拍落来吼。阮诶族人吼，迄、那个生做安尼，啊，这是迄个希腊雅族诶，迄、那个希腊雅族诶，啊，其实阮看起来含马卡道族诶，甲啊做拢是同款诶，拢希腊雅族系诶吼。啊，这是阮白波族诶查某人啊，阮白波族是母系社会吼，阮对查某人特别尊敬吼，厝内面大细项代志是查某人咧决定诶，吼，啊，当时要做咱代志拢是查某人决定诶，毋是查甫人吼。啊，你看咱这个葫芦啦吼，伊有咧食薰吹吼，啊，伊。迄、那个啊，做迄个形成这个物件吼，这毋是分地啊，或者我大家慎重介绍吼，这个白波族有法度排这个即卡吼，即卡叫做啊做迄个灰狼啊，哦，灰狼吼，
迄个伫烘手诶，因为有当时啊天气较寒咧烘手诶吼，啊伊着摸一个火人吼，啊用布包啊包咧，啊然后手溜咧，啊布迄个火人是用迄个竹仔落去编诶，用竹仔落去编诶，吼啊若即马即个物件已经足少诶啊，阮厝阁留一骹啦吼，啊你若看到有一骹诶人，表示伊是身份地位有够人吼，即会当来排一骹。你若身份无够诶少年诶吼，排一骹会向笑，会向笑吼，会向骂就对啦吼。或者甲大家介绍一下，啊是，这是阮平埔族的迄个啊做服装吼，这是台湾的，或者台湾的吼，阮的吼。啊，过来这是迄个高速加纳吼，因白的方式啦吼，你看顶头这个红红吼，红布啊吼，啊有的所在伊是吼，因为伊另外一个意义啦吼，加纳这有一个红布啊，因为阮吼的平埔族的妇女吼，伫咧古早前吼，手拢会绑红绳线，啊，红绳线吼，当时啊绑咧，因为迄禁忌咧，迄顶咧就是迄个啊做。咱的祖先吼，有咧甲你保庇的当中吼，等于挂一个象征。有个人即马派佛祖咧吼，讲迄个佛祖有咧甲保庇；啊，有人派是比讲啊，即马迄个耶稣有咧甲保庇啊，天主有咧甲保庇。啊，阮也是绑一条红线，代表祖先有咧甲阮保庇。啊，即个绑这红线有禁忌作祟，袂当经过迄个啊做迄个咱顶头咧披衫吼，咧捏衫吼，咧捏搭吼，咱迄个啊做三角架吼，袂当对遐过，吼袂当对遐过。啊，迄个垃圾位吼袂当去。啊，厝内。那讲隔壁有松树吼，啊，要经过因家吼，迄、那个物件爱搁啊收来，啊，无方便啦，吼、啊，足无方便的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足侪人拢，足侪妇女吼，尾下拢家己绑到迄个做杆仔顶吼，伫阮的迄个扶仔顶吼，伫这个所在，所以顶头你看下这个所在是红红吼，啊，这个所在有插香吼，这插香是，迄尾下去学迄个中国文啊，迄身就是已经被人污染掉，其实阮的身无咧拜这个物件啦吼，无咧举香的啦吼。啊，过来，这是小林村呐、啊，迄当初是阮爸爸做个迄个业绩的迄个相片哦。你看足老的人足多啦吼，啊，且即摆你看到这个人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无去啊。啊，去迄个对流亡政府吼，迄个也做交接迄个政团，迄个也做财团吼，啊，谈迄个小林村的所在吼，顶头倒一挂迄个开发的土吼，啊，八八风灾就对遐土石流做个去啊，吼，这是一个政策杀人啦吼。啊，阮爸爸做吼的文化，阮无咧看世事啦，因为台湾这个所在讲啊做四季如春嘛，迄因中国人讲的，所以咱这个所在有春夏秋冬嘛。开始的时阵无春夏秋冬这个物件，春夏秋冬的观念是伫咧大中原的观念才有啦。哦，咱爸爸做吼，阮无咧看这世事，咱是用个契丹花啦吼，契丹花开一届都是一年到啊，都是一年到安尼吼，所以阮无咧看迄世事的啦吼。啊，这业绩阮拢穿白衫。好，这个阮小林村的迄个业绩，好，啊，迄、那个我另外个翕一张相片啊，这相片是阮古较早前也先留落来吼。爸爸做咧业绩的时阵吼，伫咧啊做迄个日头伫要落山的时阵吼，阮爱要开始的时阵，一定爱用牛车吼，啊是讲用迄个啊做矮椅，啊若无就是用轿吼，去甲迄个做庄内吼，迄、那个部落内面吼，庄内老人吼，年纪较大的人吼，爱甲伊请来。哦，伊无来的时候，以后你无用的时候，咱袂当开始哦。因为这就表示讲吼，阮平埔族吼，一个敬老的一个迄个传统文化，阮对这敬老是非常的尊重。阮对老人是，因为老人是阮的迄个啊，做等于阮的地位，是阮的智慧的源吼，就是阮的前人就对哈。所以阮起码阮拢会用牛车去甲载，这就是用牛车咧载。啊，载顶头敢若迄个老人会当坐，啊囡仔无咧袂当坐，囡仔无够低，赶快袂当坐，去哩赶快叫骂吼。这表示阮平埔族一个敬老的观念。来，这就是当初是伫咧迄个小林国小吼，迄个所在，小南国小迄个所在吼，阮台北所在搭的一个家屋啦吼，伊外口就是用德光啊厝，即个阮德光啊厝吼，啊顶头的麦啊啦吼，啊一挂迄个骨架啦吼，全部拢是用白的吼，用顶来白的吼，唔是用迄个啊做顶啊去顶的吼，是完全是取自于大自然的物件吼。啊，过来这下面这个所在，这是阮的蜡炬吼，阮的一挂咧登山地啦吼，登山地的一挂列举。啊，即阮的四虎啊，你看即囡仔拢无共款吼，拢无共款大细，啊形体拢无相共，即拢无固定啦吼。不过，阮迄阮的意思已经够就是都会使啊，拜这个虎啦吼，拜这个虎。啊，阮的祭品吼是包括槟榔吼，槟榔是咱台湾吼，即马是无我是无建无鼓励大家吃槟榔啦吼。啊，伫咧古早前医疗较无发达的所在吼，因为这所在较热。啊，较热的时阵，啊，食一下槟榔，有当时啊，去热掉的时阵哦，食一下槟榔水，啊，迄阵是无咧搞石灰，无咧搞一寡有诶无诶啦，吼，啊，即卖是拢搞甲安尼，拢商业化，吼，以前食槟榔哦，是贵族才会当食咧，毋是凊彩人会当食诶，吼，
吼，诶，身份无够，共款是袂当分人啦吼。啊，这分人哦，是台湾这个所在啊，会好物件。我毋是讲要只讲大家分人，你若热着的时阵哦，爱补分人吼，倒那先滴亚细水吼解热，共款意思。啊，一寡热病吼，你讲一寡热病拢是食分人的时阵解啊，哎，好。啊，所以阮的这片包括分人，啊，包括米，啊，包括酒吧，哎。啊，这是阮的杨桃衣啊，啊，这是咧下寒季的，这下寒季的，吼。啊，这杨桃衣啊，这个所在穿啊，才会当绑起来。哦，啊，我拢坐伫这个所在，安尼谈只下寒季，哦，这杨桃衣啊，啊，搁谈迄个希腊雅族，遐我搁有看到，这我无搁另外甲抛出来吼，时间无甲整理出来吼，伊这个穿啊会绑起来吼，然后再搁甲穿迄个也说顶头搁三个车吼，啊，这个三车是要做啥物用嘞？这三车就是要编锁啊用嘞，哦，用钉啊吼，啊也是讲锁一挂迄个麻锁，吼，拢是用迄杨桃衣啊，谈只杨桃衣啊，谈来做，啊，这是阮的文化，阮锁啊拢家己做吼。啊，这就是迄、那个用迄个粗钉啊，阮迄个也做麻钉啊吼，来做迄、那个也做，这是迄个基座啦，阮太祖下凡的这个基座，吼、哦，阮伊就摆这个物件，象征物吼、哦，象征这个物件。啊，这是阮的红衣，啊，这是阮爸母做的红衣啊，这是阮小林村的啊，这三是阮小林村的啊。迄、那个也，阮的红衣吼，也会当问代志，也会当占卜，哦，啊嘛会当治病，哦，逐项拢会晓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。这是即卖吼，即卖已经拢无去啊，即卖已经无这个文化。不过红衣有的所在是马卡道凡斯还阁有，吼、哦、啊，阮遐已经无啊吼。啊，这支天梯啦，这支标杆啦吼，这交迄个做迄个董教授咧讲的，因迄道教的迄个标记吼，甲天梯是无同款的所在啦。迄个董教授咧讲的天梯吼，伊遮嘛是迄一支竹啊吼，老头老尾吼。啊，阮的意思嘛是同款啦吼，嘛是阮的标杆嘛是老头老尾，吼、哦。不过阮只有叫做推，吼、哦，叫做推。啊，阮谈这个所在无标，迄个也做四时的，迄个也做四时的，迄个也做诶一挂红啊吼。阮这直接都是直接插落头壳，吼、哦，直接到天顶。阮嘛是咧呼请吼，迄、哦那个也做迄、那个太祖吼，天顶的太祖甲地下的，阮的也做迄个祖先吼，拢、哦、来甲阮保庇。这嘛是请，这嘛是邀请阮的祖先来一个象征诶一个。表示伊迄个啊，做天梯吼。过来，我简单介绍迄个咱白毛族的一挂族群吼。迄、那个时间的关系，我尽量较紧的吼。迄、那个马卡道族吼，这是台湾原住民的一支吼。即马所在伫咧红山的北社吼，北社吼。迄、那个马卡道族即马是咱迄个南部吼，伫咧啊做高雄、屏东一带吼。以前互讲啊做是，我那是叫做白毛族啦。啊，这個、小川上义啊吼，这是。迄、那个日本的学者吼，认为是希腊雅族群的一支啦。我头拄仔讲的，伊是贵族分支出来，对希腊雅贵族分支出来吼，这是伊讲的啦。啊，过来对地名嘛，当找到咱马卡道族吼住的所在吼。高雄的古名叫做达教啦吼，这达教就是迄个马卡道族的定人的所在啦。以前咱迄个一族甲一族吼，迄、那个为着要做一个界址吼，拢会用麻袋，拢会拍一挂诶，浸麻袋，麻袋是咧。在用的物件吼，伊的强度较强啦。啊，然后要做防御攻势的时阵要做一挂迄个预防啦，预防迄个外征的人拍入来吼，拢是用刺敌，阮称作个刺敌了对啊。啊，所以台湾作者迄刺敌人就是安尼来的吼，迄、那个叫做定人啦吼，就是即卖高雄市啦吼。啊，高雄市即卖有一条叫做马卡道路啦，就是咧纪念这个马卡道士。啊，马卡道的衫嘛是用迄个青麻吼，啊鹿皮啊石斛草吼，诶迄个啊做种啦吼。做迄个啊，做迄个顶头的衫吼、哦，啊，伊嘛有用迄个琉璃珠啦吼、哦，用一挂玛瑙啦吼，嘛、哦、用一挂铜铃啊，做一些装饰品。啊、哦，另外平埔族在举行迄个祭典的时阵哦，会配迄个花环吼。啊，阮小林村也是用迄个花环。啊，啊，马卡道因嘛是用，因是用海蒲羊吼，哎、哦，加迄个万寿菊吼、哦。啊，有当时啊插几支也做毛吼，鹅毛啦吼，啊，迄、那个也做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钢架，迄个啊，做眉毛吼，迄个较水的毛吼，来做一个装饰安尼吼。啊，阮也是拢甲人迄个影花款安尼。过来大满族吼，他都有讲过吼。这里有三个支族，都是一个希腊的本族啊，大满族加马卡道族啊。其中即摆住伫关山家吼是大满族吼，啊，佫一部分好佳哉，啊，佫一部分人要活哩吼。啊，小林村灭村了吼，即摆关山的所在是大满族统治的所在吼。啊，四湖啊，嘛是因的一个文化吼。希腊雅族叫做阿里族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族啊，阮的族叫做泰族，阮拜泰族。
啊，马卡道主哈，那个盘州长那边哈，伊是啊做叫做老祖哈，啊彼此之间的那个拜的仪式啦哈，甲时间哈无啥共款，拢无共款。啊，即马迄个住伫关山的台湾庄哦，即马分布伫迄个李龙哈，啊月眉哈、电工、红泉哈，这个所在。啊，对中国的迄个清朝时期甲日本时代哈。就对迄个西部吼，到迄个华联的台东来遮啦吼，秘到遮来吼，因为台湾族的囡仔是，歹势是迄个做是，阮以前死来也住甲马卡道住的一寡较高级代志的一寡囡仔吼，所以从关来到遮吼，啊即马伫个啊做李龙的迄个啊做坎顶吼，啊佫带十几户死来也住的大满氏族吼，啊这个所在人赶快啊佫有咧拜迄个干啊吼，拜这个瓶子啦吼。啊，这拜拜的方式嘛是无共，无啥共款。有个人的所在吼，是因为女主人咧拜。啊，即马已经嘛足侪嘛是拢查甫人咧拜嘛是有啦吼，已经拢无啥共款去啊吼。啊，伊迄、那个阮去看的时阵，那个拜那个符啊，是他那个因大家啦吼，因婆婆传落来吼。啊，这就会当对只看下这四符哦，来传到迄个新妇嘛，无传查囝，这个表示母系社会一个传统吼。啊，阮即个大满族的迄个社会啊，迄个拜这个符啊，嘛是甲放到迄厝的大厅的正手边的地上哈。即右侧的地上都是神明倒在左侧，啊，就神明倒在左侧，同款意思啦哈。啊，即马得扛的人吼，拢放伫啊做神明倒在顶头的迄个啊做正手边吼。以前是放到啊做迄个壁角的吼。过来吼，放迄、那个，我有甲问下，问讲迄、那个啊，啥人以前拢放伫涂骹，啥人要放落遐吼？啊，有个人就咧讲，啊，扫涂骹无方便啦吼。啊，当时啊，囡仔会讲破的吼，啊，伊摆是白色的啦吼，啊，放到神明桌仔顶吼，安尼就会使。啊，伊个迄个伊个杆仔吼，顶头放插花啦吼，看起来那是花杆仔吼，其实迄毋是花杆仔吼，迄内面是地香水啦。啊，内面因迄个所在用的是蒲公啊吼，也是迄个紫兰叶吼，啊。内面的物件叫做香水吼，固定时间的时候爱换香水。固定时间，我讲的固定时间，固定拄到代志的时间啦，不是固定事实的时间。吼，阮无迄个事实的观念，所以伊个固定的时间是固定讲啊，将来有人出代志，也是讲朋友有人出代志的时候，爱把迄香水换掉，等于甲伊带上去啊，迄、那个好的留咧啊，迄、那个也做歹吼，迄香水就对迄水就有福气安尼。吼，意思就是安尼吼。啊，迄、那个大满族的迄个葫芦吼，迄、那个手腕吼，拢有放迄、那个，拢绑一条迄红丝线。吼啊，因为迄禁忌解释，我头头有解释吼。啊，伊即马拢甲绑到迄顶头吼。啊，红丝线吼，伫咧迄个即马迄个，即马是拢因拢伫咧迄过年时阵伫换啦吼。啊，以前是嘛是固定时间有拄到大事的时阵都换啦吼。感觉无平安的时阵都甲换掉吼。啊，即马最近拢消失去啊吼啊。身份认定的关系吼，因为佮加上迄个拜这个囡仔吼，足侪禁忌啦啊，即拜这个囡仔吼嘛是真侪禁忌了对啦吼，啊要拜之前袂当吼有一寡无好身体无好啦吼，啊腹肚疼啦，也是讲你甲人冤家冤冤的时阵啦，冤冤了啦，也是讲吼乌白配嘴烂，即拢袂使吼，即拢会甲迄处理吼，带来无好的运势啦吼，啊即拢是以前的一寡迄个想法吼。啊，那不爱用的时阵啊，这个囡仔吼，无要用的时阵啊，拢啊放在倒咧，甲放等于公社，吼，放等于公社的所在啊，会归迄个，因为迄是分对公社遐个分灵，等迄个人家嘛吼。啊，即卖嘛，无要伫的时，袂当个乌白蛋头，啊，甲请等于公社，啊，甲请等于公社，啊，找时有的是找时间甲用个歹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啊，迄个拜的主人已经无啊吼，啊，因新妇不爱传，啊，是伊甲因新妇无好，伊不爱用伊的，哦，伊不爱用伊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就甲迄个啊做迄个囡仔吼，迄、那个家放到观察内面吼，互因怎样早走安尼。过来，咱介绍迄个希腊雅族吼，迄、那个以前叫做平埔石番啦吼，迄、那个希腊雅族是咱平埔族内面人口统计吼，啊势力统计吼，啊即马吼中华民国吼，迄、那个流亡政府甲进阿无承认讲有希腊雅这个族群吼，啊这个代志我迄个怎样个处理到一个阶段吼，迄、那个。他定都甲大家说吼，啊，因即摆迄个希腊雅族哦，即摆嘛伫煞啦吼，啊，拢向驱赶对迄个
穿迄个中国个支那迄个清朝时阵，啊，甲咱日本时代，啊，甲迄个流亡政府过来台湾的时阵，拢伫两馆，甲真那咧两馆，吼，甲真那咧两馆，甲电话甲一寡物件吼，用互大家看哈。啊，不过伫咧台南关遮吼，迄个2005年的时阵哦，伊即马迄个官方哦已经认定讲啊，做迄个西拉雅族是限定原住民族啦，这是对于咱的一种真大的侮辱啦。咱是向咱是安那爱好迄个一个流亡政府来咧认定，这个流亡政府叫做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全世界拢无承认的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甚至讲较紧的，伊的旗啊，迄个也做迄个中国的官员，支那的官员，我不爱甲讲过，我不爱讲伊的名啦吼。过来台湾的时阵哦，迄只狗吼，啊，佮甲迄个车轮牌的国旗，佮收灯扛镜伊摕出来，吼、哦，伊都含迄个也做，甲迄个中国呛声的迄个胆都唔敢嘞吼，啊，迄唔是一个国家吼，啊，咱谁人咱平埔族人一定爱去征求伊的国家，爱征求伊的认定哦，这是对咱真大侮辱哦，啊，所以佮真来无要来甲咱承认啦，啊，讲啊紧嘞，咱嘛无需要伊承认，吼、哦，咱是啥就是啥，哦，咱无必要伊承认啦吼。啊，做今年的7月21日啦吼，我头拄仔有甲迄个啊做伊个判决书，我头拄仔有提来吼。伊个高等法院吼宣判了吼，啊这个诉讼驳回吼，啊驳回了等于啊做迄个西拉雅证明吼证明了对吧吼，包括家母啦吼，因个证明吼都啊做败诉了吼，啊然后迄个无感官无叫迄个流亡政府所承认啦吼。过来，我介绍迄个西拉雅族吼，各有作者之族啦吼。西拉雅族伊的文化里面吼，因为伊我知影吼，伊个一个叫做卡贝斯族吼，哈卡贝斯族，伊就是西拉雅的支族的里面啦。啊，马卡道族的人一部分人嘛是卡贝斯族的，或者我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吼。卡贝斯族的吼，因为伊本身这个囡仔吼，这个族群吼比较特殊，他是因为迄个叫做西拉雅的族系吼。因拢有迄个做所谓的优生学观念，好啊，优生学观念，啊，然后因有一挂甲普通的方式无同款，甲普通的迄个一挂族群的迄个观念无同款啊，所以因有甲一挂迄个较避暑啦，讲较紧的，即较避暑，以咱即马中国话来讲，比较内向，吼，较不晓讲话啦，吼，啊，不过不晓讲话不代表伊讲哦，哦，伊是较避暑、较内向的人哦，伊另外甲伊召集起来，哦，这个形体吼，就是社会一个叫做那俩做。迄、那个叫做集合哈，集合管理的那个机制啊，就是甲即群人吼，伊都较袂晓做生意，较袂晓讲话，较袂晓甲人接触，啊嘛可能啊，都甲会晓哦做一挂工课尔，啊，就甲即个人集合起来，啊专门做工课，即、這个等于甲即个他的习性，用他的习性，另外再做一个集合的动作，等于类似咱的迄个加工厂同款意思，哦，啊就那迄个做手艺吼，就固定都是即群人安尼对啊。啊，遐人以前就是拢伫咧古早的时阵哦，有一个叫做台江内海吼，迄、个所在，那凯贝斯族吼，就是踮迄个四边的交界吼，做迄个围墙啊。哦，一般是插迄个也做气垫啊嘛吼。啊，西拉雅族是家己起迄个围墙啊起来，吼、哦，起围墙。啊，再起围墙的人，就是西拉雅凯贝斯族的人啊吼，这个族群的人啊，好去做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西拉雅迄个西拉雅族的迄个部落在治理的时阵哦，有语言啦吼，啊书写系统啦吼，拢伫咧少数人的手中啦吼。啊，在做生意的吼，拢含迄个啊做红安雅族也咧做生意的吼，因为以前伫咧家己吼，迄、那个所在有路啊，啊遐路啊要过啊做西拉雅的啊做砖头的时阵吼，爱甲因交涉，我们袂当直接讲提起迄个啊做迄个啊做即卖迄个台南吼，台南迄个啊做。迄、那个港口的红毛港啊，即摆红毛港的所在，淡仔做港做界，啊，家己佫无迄时阵，佫无家己港口，爱落皮面喏，爱经过人的砖头，爱直接往捡水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啊，无就捡水，我直接袂要你，啊，你互你转一手，互你赚一手，你才袂要荷兰人，啊，袂要一挂外国人安尼，啊，就是拢做生意的吼，啊，公文的来往吼，重要讯息的传递吼，啊，政治文学创造，拢是用这个系统吼，啊，其他的民众吼。啊，有迄个做迄个军事的方面，甲迄个部落勇士会当用迄个口传啦吼，用嘴咧讲，因捌字啦吼，无咧用文字的，拢是用讲的啦吼。啊，因的思想较自由吼，等于嘛无啥物甲限制，因无需要学一挂文字吼，遐人无需要学一挂文字安尼。啊，凯贝斯的文化吼，我再搁个介绍一下。西拉雅族的凯贝斯族吼，
因为迄个无习惯迄个创作吼，甲思想吼，也较闭塞啦吼，啊，无生产家己的文物啦吼，啊，要种一寡种菜啊啦吼，啊要饲饲一寡物件，要织布，啊，拢用其他的人发明的物件吼，啊嘛用了真好啦吼。过来，迄个因即马迄个凯贝斯族吼，伊即马诶文化遗址目前是无流传落来啦吼，不过有传讲有这族群啊，啊这族群诶因由啊，我较定下大家做一下解说。好，因吼，迄个凯贝斯族迄当初是都会晓烧砖啊啦吼，啊做一寡迄炼金术啦吼，啊部分工业革命前期的动力技术啦吼，做迄个做水车。哦，伊买要倒水车，吼、哦，是避暑尔啦，毋是袂晓做啦，较避暑尔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中迄、那个中研院的研究团队吼，有来提出啦，吼，这是因的看法啦，吼。早期的人类文化是一种集中生产的方式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咱们台湾的北部族的族群内面较特殊的吼、哦，集中生产啦，吼、哦，当初是个生产集团吼，诶，劳动力吼、哦，因为迄个集中的关系啊，啊，然后。渐渐形成一个吼，迄、哦那个松散的组织吼，就即马伫个迄个大城的所在，吼、哦、大城的所在吼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即台语的凯贝斯吼、哦，就是意思讲较内向的人吼、哦。啊，甲古早希腊也诶阶级制度吼，甲、哦、优生学有关系吼。伊、哦、甲迄个较巧的囡仔捡做伙，啊教因文字，啊教因下，啊然后互因做贵族。因为贵族毋是讲生来就是贵族啦吼、哦，是讲遮囡仔就是。较巧的，啊，你著做一寡较巧的人的工课，啊，要创作你著样做一寡创作的工课。啊，若较避暑的人吼，较袂晓文艺啦，啊，较内向会晓做代志，啊，你著专门做一寡集中起来，啊，然后来做一个生产的动作安尼，吼。啊，大家咧形容迄个做迄个样式吼，讲啊做四囡仔体啦，吼，我毋知影讲怎么样做一个介绍啦，吼。迄四囡仔体就是甲迄个。新生儿啦吼，迄古早的时阵吼，希腊也会编不出来人吼，有甲迄个新生儿放到顶篮吼，放到顶篮内底，啊用溪水吼来试看这个囡仔吼，有健康啊无健康，嘿，当下出世的无偌久的幼囡仔吼，试看嘛有健康嘛，啊伊来拄水的时阵挣扎的时阵吼，啊这个囡仔就是哦，伊也够活骨，这个囡仔吼，伊会挣扎表示讲他有活力啊，吼，啊若未挣扎的囡仔吼，啊就迄囡仔就甲放水啦。好啊，所以叫做四囡仔，游泳勇士哈，叫做四囡仔体啊。啊，咱只讲北部，大北部人咱举手者，无哈？哦，北部啊，恁迄、那个用台语咧形容这个啊做，嘛是四囡仔体啦哈。对对，我是做者印证哦，大家看啦。其实白种人哈，拢是叫做四囡仔体啦。啊，白种人的文化，所以阮的。这不是干那观念啊，这所以全部台湾的北部族吼，都有这个很先进的优生学观念，但无文字的状态之下，我阁有法度用口传的方式吼，来讲这做这个优生学的动作吼，这我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吼。啊，过来咱来讲啊，做荷兰雅族吼，伫我家己啦吼，我岛啦迄个所在啦吼，北部族即马分布伫迄个彰化、云林、家己南投啊，加迄、那个。台南吼，台南阁一部分啊，小部分啊，吼，啊因的本族吼，迄、那个包括有两个支族啦吼，一个叫做罗雅族，啊一个叫做阿里群哈，啊即马伫咧嘉义啦吼，迄、那个所在因为西部平原啦，啊加愈老个所在吼，北部族愈向驱赶，哦因所以即马要去找吼，已经找无遐旧个物件，以前遐、那个是迄个也做迄部落啦吼，迄咱迄个回社内面个物件吼，公社内物件，有个拢已经拢迁迁走，即马往拢咧拜。中国神咧，足奇怪吼！台湾人咧拜中国神啦吼！啊，即马伫咧嘉义市的迄个社内里吼，就是即马迄个伊即马迄个也做臭头公园啦，中正公园啦，因叫做中正公园，我叫伊也做臭头公园啦。臭头公园内面吼，迄个有一个叫做番王爷吼，有一个神明吼，啊，佮放到迄个土地公庙内底，啊，伊迄个边有一个土地公庙吼，啊，即马拢放伫内底。啊，每年的迄农历的2月29吼，啊，有咧办一挂祭典吼。这就是迄个红安雅族正宗的迄个汉化吼，叫汉化期的遗风啦吼。虽然已经无啊问题，嘛是甲做伙做伙拜吼。过来，咱来介绍迄个巴布拉吼。巴布拉，迄个巴布拉，有个人讲做巴布拉吼。迄个这族群吼，大部分已经叫踮迄个
迄、那个清朝，迄、那个中国，迄、那个中国吼、喔、来伫台湾遮吼，伫、喔、管理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清朝时阵吼、喔，有去用拍过吼、喔，所以这个帕普拉吼、喔，以前就是迄大都王国吼、喔，主要的那个人口拢伫迄个所在，伫大都迄个，伫大家吼、喔，啊沙拉、啊五车甲清水这个所在吼。啊，伫咧啊，做荷兰时期啦吼，明政时期啦吼，啊，清廷的时候吼，都有被那个讨伐的记录吼，拢有外族的人咧侵略吼，啊，正式拢有咧战争吼，拢咧战争，啊，拍到尾啊，迄、那个即帕布拉的人吼，迄当初时是交啊做道卡斯族，啊交加乌啊，迄个格哈乌族，啊交迄个啊做迄个猫乌素吼，啊因是合作的。啊，然后在抵抗这个，迄、那个有一个巴泽，哦，啊巴泽是侵略者，伊是后壁是美迄个做清朝的人，啊清朝是安那要用伊拍头前，你知道？迄叫做以夷制夷啦，啊，因为中国人的讲法叫做以夷制夷，好、啊、用咱台湾的原住民啊，煽动伊去拍其他的人，啊拍的时候，伊才对后壁去遐收尾吼，甲这個大刀往讲话甲灭掉，啊，这帕迄、那个帕布拉已经，即卖已经我已经找无啦，我唔知道其他人唔知找有啊。啊！伫咧伊迄个同代吼，伫咧1731年甲啊，做1732年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即个族群吼，来反抗迄个汉人啦吼，迄、那个中国人吼，迄、那个有一个叫做大家西夏吼，抗清事件吼，吼、哦，咱毋是干呐抗日俩，咱嘛抗清吼，即、哦、就是所有史以来同代迄个北部族民的民变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即个民变吼，迄、那个巴布拉族吼。啊，去用台家要了的吼，啊，小部分哦，啊，对家务吼、啊，对家务，然后秘去伫个即马伫个扫除，啊，即马伫玻璃的所在，哦、啊，即马可能还佫有，我听讲是有人还伫遐啦吼。啊，巴布拉族因得只物件吼，是伊也做同款啦，迄、那个也做米啦吼，啊，迄、那个也做迄个啊，叫薯啦吼，啊，迄、那个番薯啊啦吼，啊，蚵仔嘛有咧种啦。啊，巴布拉族的食的饭啊有两种啦，一种是用煎米水煮的。饭啦吼，就是咱即马咧食迄种吼，啊另外一种是用迄糯米炊的饭啦吼，啊炊了后吼，再甲伊蒸的吼，蒸哦变迄个做迄个一碗呐啥物嘟嘟啦吼，嘟嘟呐啥物迄个乌龟壳迄种物件吼，啊蒸完咧啊较好炸，吼会当去做菜时阵炸起安尼吼，用这个物件。啊这巴布拉族吼，虽然伊的族民对迄时阵无啊问题，伊啊真啊佫有留一寡语言吼，啊佫有留咧吼。啊，即伫日本时代时哦，有去做一个收录啊吼，啊一般会用词啦，目睭叫做马萨吼，啊就阿公叫做阿道啦吼，啊其他我较歹念啦，我甲跳过啊，吼、哦、妈妈叫做银娜吼，啊银娜是足侪人拢讲妈妈叫做银娜吼，啊爸爸叫做达达啦吼，我问一下啊，咱遮迄、那个啊，咱迄、那个啊做迄、那个。迄个吴组长哦，吴组长，我甲你请教一下，恁遐叫妈妈叫啥物？嘛是叫做伊娜吗？啊，嘛是叫做伊娜吼。所以这会当证明这阿美族吼，嘛是伊娜啦吼。对。爸爸叫爸爸啦吼。对。啊，有诶叫做达达，有诶说叫达达啦，有诶说叫做爸爸啦。啊，迄个当证明讲哦，阿美族就是往那台湾语系，因为所有诶迄个边部族拢是台湾语系哈，就只来当做一个证明哈。我来，咱介绍一下格哈乌族哈。格哈乌族就是咱那个台湾北部族的原住民哈。啊，嘛，因有家己的迄个格哈乌语哈，因的语言还搁伫咧哈。啊，伫咧啊做同早期哈，我找到资料伫咧荷兰的时阵哈，因都写一个叫做普瓦里，普瓦里就是啊做清加迄个啊做荷兰了后过来清朝时阵哦，搁有一个写一个叫做普宰里社啦哈。玻璃啦，玻璃啦，就是咱玻璃的迄个做古名吼。啊，伊大个所在伫咧台湾的中部吼，啊分布伫咧啊做丰原吼为中心吼，啊迄个啊做玻璃的盆地啦。伊这四社应该是有刷过啊嘛吼。迄、那个潘理事长，你这有刷过啊嘛对吧？应该以前毋是住伫个所在，那伊丰原做中心是我摊主迄个所在去啊。啊，尾啊去用赶来家，即马伫咧即马正玻璃，即马叫做玻璃的所在，对。你们当初遐啦，当时遐啦，是啊，对。苗栗的通宵社迄个附近，哈哈，不紧。哦，这我证明讲吼，咱北部族吼，都是长期以来向安尼赶来赶去吼，赶到已经拢
原本的迄个清朝的是讲伫咧迄个宏源迄个所在，啊，即卖已经住伫咧南投的迄个啊做玻璃啊，所以咱即卖的玻璃甲以前玻璃是无共款的吼，啊，不过迄个名是对咱行的吼。啊，迄个即卖的四庄就是古民山啦吼，啊，迄个守城份啊，大南啊，叶江仑吼，啊，即卖啊，佫有迄个主语吼，啊，佫有传统的文化。甲一般的平埔族，我那有做一个小小的区分，吼、哦，有做一个区分，吼、哦。啊，语言吼，嘛，即马叫联合国吼，教科文的组织吼，认定是全世界濒临绝种的十八种语言之最加母的迄语言，吼、哦。我若讲唔对，你也甲我纠正，我也希望你甲我纠正，吼、哦。我甚至我那学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我来介绍这个大甲抗西社吼抗清事件啦，这个、加母族吼，因作用的吼，加母族是以前吼特别算出来的迄个一挂勇士啦，吼、哦。的集团啦吼，交迄个希腊雅族较无共款，希腊雅族是较搞个代志的吼、哦，会去甲人相拍，甲赶去做啊做台湾吼，啊因这是有另外建出来吼，伫咧中部这个所在，因有另外个建出来吼，即加母族吼，以前是一个战斗民族，因是拢是军事的，拢做军事的，吼、哦、作用的就对吼、哦，所以收伫个啊做迄个啊做隘口，伫隘口的所在，即种族是真用啊，我也特别甲介绍者吼。大家西夏抗清的事件时阵哦，格哈乌族吼，伊合作迄个道卡斯族甲帕布拉吼，他都在咱讲起吼，啊，作为来反抗这个清朝的势力啦吼，因要来甲咱做一个迄个殖民的动作，咱来反抗吼。啊，巴寨族吼，伊就是，迄当初是靠迄个啊做清朝所啊做煽动去吼，吼，我袂当讲因勾结啦，伊是靠煽动去啦，伊已经唔差讲伊在做啥物代志啊，即嘛是当反映讲。足侪台湾人，会出卖台湾人，就是安，对以前甲今拢同款吼，会来出卖台湾人，大部分拢是台湾人，啊，所以我就特别啊，做些呼吁吼，咱即马要伫咧流亡政权吼，遐个啊做伫为流亡政权咧拍拼的遮个人吼，哦，拜托恁往来好，堪要请吼，堪要等下咱台湾人的团队吼，不要再继续在流亡政府的团队，啊，即话大家做些呼吁啊，伫咧时阵巴寨吼，巴寨族吼，巴寨啦吼。伫咧清朝协助的时阵哦，伊征服迄个中部的平埔族，哦啊巴寨族甲征服了后，有啥物利益咧？啥物利益嘛无？哦，嘛是叫赶来赶去啦，尾嘛是叫赶来赶去，结果是安那哩咋？替啊做清朝咧开路啦，吼、哦，这巴寨族当初是叫煽动去，啊替巴寨族，巴寨族替迄个清朝咧开路，啊然后迄个格哈乌族吼，甲道卡斯族甲啊做帕布拉吼，因、哦、是较有迄个咱传统在地的那个观念，有迄在地观念吼、哦，有咧做些反抗。啊！迄、那个大渡王朝吼，已经迄个时都叫消灭去啊！哈，过来十九世纪的时阵吼，咱迄、那个这個、土地吼，受到迄个汉人吼诶侵略吼，甲骗啦吼，用骗的也有啦，啊，用迄个也做迄、那个用侵占的嘛有啦吼，硬也卖，软也卖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因带来真侪迄个传染疾病啊，因那边的病甲咱这边的病无啥共款，啊，因的体质甲咱的体质也无啥共款，所以真侪迄个。对大陆迄边过来的人吼，对中国大陆迄边吼过来的人，迄时阵叫做大中原迄边过来的人吼，来台湾拢真歹生活啦，拢爱食槟榔才会活啦，无食槟榔我哪会死啦？吼，因为小块蠓仔叮咧吼，因都我哪受不了啊！吼，啊，咱啊，因迄边的病啊，拢谈迄个啊做中国迄边都病，啊，然后过来台湾吼，啊，然后发作了，咱也叫胃掉，啊，咱对咱嘛是真歹，啊，迄时阵带了很多的那个传染病过来。啊，咱的平埔族无法度抵抗吼，啊，原乡的土地吼、哦、已经无适合住，因为介人做伙吼，讲起以前的人叫做，以前咱平埔族人讲，迄个中国人叫做破病啊吼，我唔知恁其他，我往做些调查啦，即民俗哦，恁敢捌听过？迄个北部的人敢捌听过？捌吼，啊，中部的人敢有听过？是。还是啊，对，哦，都少时提起哈，对，啊，所以不要说大渡王国呢被前后夹杀哈，怎么挖到哈，怎么灭的？我以前咱台湾是有一个王国哈，有一个王国叫做大渡王国，有皇室哦，有皇室啊，整个贵族制度就是因为他的侵略被他瓦解，啊，叫瓦解去啊，所以哈，迄、那个。即我呾甲大家做一个介绍吼，啊，伫咧格哈乌族吼迁徙的推理吼，
伫过百年事件了后啦吼，北埔族迄个啊做迄个咱的乡亲吼，伫咧扫除的应该之后，然后佫入去迄个咱目前的吼，目前现有的迄个啊做玻璃啦吼，以前的以早的玻璃甲即卖玻璃无共位啦吼。过来，因为迄个语言吼，甲八寨族相近啦吼，啊日本的一个学者吼，伊能家具吼，甲分类做共一族。啊，当然这是无工作啦，因为他拄啊潘理事长又特别佫讲啦吼，啊，咱联合国迄边嘛已经认定迄个格哈乌语吼，已经含迄八爪鱼是无共款嘞吼。伊家规作共一组，这是真好笑一个代志，因为日本的学者吼，伫咧伊来的时阵哦，伊就知影讲，伊伫咧掠做中国清朝的后壁嘞吼，啊，伊既然啊，伊可能就是因为唔知影讲吼，格哈乌族捌含迄个八爪鱼战争过啊。哦，即大都王国先震惊过，哎，佫甲规做共一组诶，即实在真好笑诶代志。所以即日本人吼，对咱台湾嘛毋是讲介了解。哦，即我大家讲者，既然甲咱迄个甲咱拍迄个八寨族甲格哈乌族甲合作共一组，即实在吼，我可能相信咧，也做潘理事长伊嘛无法度接受这种讲法啦吼。所以恁一定爱证明出来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好，啊，即卖吼，啊，佫会晓讲迄个啊做迄个语言以外吼，因佫有家己诶。因个迄国庆吼，迄个拜祖先的阿燕啦吼，阿燕啦吼，啊阿燕啦吼，迄个啊，即摆八仔鱼甲迄个啊做格哈乌鱼吼，我是较比较分别哈，我比较分辨啦吼，啊所以迄个当初是迄个爱兰地区，咱即摆迄个爱兰地区有迄个我文献吼，看到这个过世了嘛哈，潘金玉那个女士，伊迄时阵，华人这里啊。哦，安尼啊，哦，潘永利先生还佫第二啦吼，哦，也以后要请嘞，哦，迄是甚物人？哦，恁哥哥，我找到资料啦，我找到资料。啊，为着要解决这个格哈乌族吼，甲八寨族的吼，迄个族名吼，有人吼，甚至真好笑吼，要用迄个叫做阿乌安吼来甲整合啦吼，那何必整合？对吧？我含阮小弟啊，两个人都无共名，吼，虽然伊是阮小弟啊，吼啊。甲我是共娘胎出来的吼，啊虽然是拢是平埔族，虽然是共娘胎，阮小弟啊就是阮小弟啊，我就是我，我啥啦啊叫甲伊合作用一个名就好，这是真好笑的代志啦，这是用中国人的目睭咧看咱平埔族啦，啊这嘛是叫做消灭，两个人爱合作一个安尼，互恁两个去冤家啦，哦这嘛是一个手段之一啦，所以这大家我呾爱大家注意吼、哦，这个其他的文化吼，实在对咱这平埔族的人是真可以。咱感謝迄个啊，做潘理事長的解説啦，這就是因格哈烏族啦，因嘛，我講話，但迄我，那我嘛我都接受啦，迄是無同款就無同款，是啊，哪會同款吼？迄真好笑的代志啦，迄叫做差不多文化哈，中國的差不多文化啦吼。啊，咱看起兩粒目睭一個鼻吼，啊兩支嘴吼，嘛是甲因差不多，所以咱甲伊差不多，所以他就要幫我們統治，是真正好笑的代志哈。啊，咱來介紹迄个格哈烏族的傳統的服飾啊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卖下课啦。那我继续甲讲完，我车开较紧的啦吼，车开较紧的。咱迄个家母的迄个也做迄个传统服饰，因为红色、蓝色甲白色啦吼。啊，这是格哈乌的图腾的颜色。啊，阮西拉雅的颜色是红色甲白色。啊，阮应该是，阮那边是原来有迄个菱形啦吼，菱形的排列组合的起来叫做八宝爪。啊，潘理事长，你那嘛是八宝爪嘛吼？你还有拍你也是八宝族那个做图腾，所有那个白布蛇的那个传统是对那个台湾族出来、哦、是对台湾族出来，我当时有那个白布蛇的文化、哦、我再来大家介绍一下、哦、啊他们还有一支叫做好汉旗、哦、那个叫做他们的标旗、哦、这些还有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最传统的图腾，他们还有自己的图腾、哦、啊他们啊做那个祭典、哦、叫做收获祭、祖灵祭，后来演变了、哦、啊做他们那个
这是迄个啊做中国吼，会甲咱写啦，讲啊做番啊过年吼，讲咱啊做番啊过年吼，啊然后也是姓潘的过年吼，所以吼，我等下要甲大家讲吼，足侪姓潘台湾，足侪姓潘的人吼，毋是讲在座各位啦吼，在座各位姓潘啊，原谅我一下，我讲一下，我有同事吼，伊嘛姓潘，吼啊伊嘛是讲吼，我是中国的迄个啊做姓潘的呢吼，结果查起来吼，因倒写一个姓啦，吼写一个姓，因的族谱写一个姓。啊，小姐姓伊讲安那呢？我们在那个日本时代就认识字叫熟识字啦，哎呀，伊个正就对啊，个正讲伊唔是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其实这个潘吼，咱台湾这姓潘的潘姓吼，是住伫水边的皇宫啊做番啦。这是啊做第一清朝吼，甲明朝的交界时阵都很好安尼啦。啊，甲咱四姓吼，讲完咱这姓潘啦吼，其实姓潘就是甲咱住址就是住伫水边的啦。对啊，都是水边啦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因讲啊，做这个时间叫做迄个农历的迄十一月十五啦吼，啊，迄个因有做一寡迄个阿拉粿吼，啊，卖进行勘产吼，啊，勘田啦吼，勘田，啊，迄个因的谈迄个迄个田间吼，为一个像迄个啊做阿燕嘛吼，阿燕的母是不是阿燕？阿燕啦吼，阿燕对，像阿燕啦吼，啊，抓大鱼吼，招标吼。啊，有活动吼，来纪念祖先，啊，然后来祈祷平安，啊，这就是因的传统。哦，时间的问题，我小看一下吼，迄、那个八姐啦吼，八姐海族啦吼，伊住伫咧啊做迄个普里盆地这个所在啦吼，啊，因嘛还佫迄个八寨鱼的文化啦吼，啊，伊这因为佮古海族吼较活啦吼，所以我简单做一介绍啦吼。八寨族一个最大特征吼，因的特征就是吼，因的人吼比南岛语系一般。平埔族的原住民会较悬，唔知去透啥物种啦吼，啊有较悬一撮吼，拢伫咧170公分以上啦吼，啊因的查囡仔足奇怪哦，相反落差因的查囡仔变做较矮，较一撮，啊迄因的最大特征，迄当初是日本时代的调查吼，因的特征就是安尼，哦交平埔族一般平埔族的分的区分的特征就是安尼，啊其他这拢讲过啊吼。我来讲道卡斯族吼，道卡斯族我啊甲介绍一下，这个道卡斯族，迄、那个以前叫做迄个大家族啦吼，嘛是叫做大家族。啊，为着要避迄个啊做迄个闽粤械斗吼诶因素吼，啊，我咱拢走去埔里啦，啊，埔里即马是咱北埔族的大本营吼，住伫水边的人走去甲伫咧埔里遐，吼，这实在吼，你看咱北埔族的人安那风气有诶吼。所以大家看面较切吼，唔茫阁含遐中国人吼，遐中国文化吼，阁继续甲因个甜吼。啊，即卖迄个道卡斯族的了个第二人吼，有一个即真牛的人啊，我也甲介绍一下。道卡斯即卖了第二人，一个叫做苗栗县长哦，叫做刘振宏哦，刘振宏伊是道卡斯族的吼。啊，即卖嘛咧因迄边嘛有咧积极咧推动证明运动啦吼。啊，因这个。即刘振宏，我甲伊讲伊个故事啦吼。迄个即马伊迄个去年大埔事件吼，迄个伫听吼，都是伊啦吼。啊，听个所在叫做大埔啦吼。啊，咱其实吼，咱在座来伫迄个啊，做对迄个台湾各地来吼，咱好啊，想者啥叫做埔？埔就是咱北埔族个埔啦。以前叫做寮吼，当作迄个啊做咱个地名叫做寮，叫做坑吼，叫做华，啊叫做迄、那个啊做。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埔啦吼，迄、那个都是大部分拢是咱平埔族的所在啦吼。啊，平埔族的伊家己是平埔族的啦，然后吼对平埔族的人，我啊强制征收啦吼。啊，去年个武家一个老伯上吼，个林东有自杀吼，真强啦吼，即真实吼，爱甲反向甲娱乐者，反向甲娱乐者吼。啊，因马个有迄个丰年祭吼，啊有迄个啊做祭祖，啊甲祈雨祭。过来，保护萨哈，就是猫雾宿主哈，保护树啦哈，保护树啦哈，啊，即用迄个汉语来念甲作解嘴的哈，保护树啦哈，啊，迄个时阵叫做虎尾人的所在啦哈，哎啊，因住伫迄大溪以南甲迄个罗水溪中的海岸的所在哈，就溪岸啦，唔是海岸啦，溪岸，我即想写唔对去哈，然后包括迄个中华平原甲做台东本地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西南边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佮迄个后尾人个啊做诶书店啦吼，啊，即、這个1650年吼，有一个荷兰的传教士吼，伊用迄个荷兰文啊，佮写一个词典，啊，就是即个荷兰人吼，
河尾人啦吼。河尾人。佮龟轮组，即就是咱即马伫咧桃园即个所在吼，因有一个即个龟轮组，啊因即马已经含迄个啊做到迄个凯达格兰组已经拢停落来吼，拢无啥咧活动啊，即是龟轮组，差不多全面汉化吼，顶强消灭去啊。过来雷人族嘛，差不多啦。因为愈老个的所在吼，愈开发的所在吼，愈地价愈贵的所在吼，想尽办法甲咱赶吼，想尽办法甲咱赶。所以这个雷人族吼，嘛是因为吼，伫咧嘛是迄个啊做伫咧北市吼，即摆你着知寸土寸金啊哩吼。这雷人族吼，即摆是还阁有啦，还阁有一部分的主人啊，住伫迄个碧潭迄个附近。吼、哦，过来巴塞族吼、哦，巴塞族我那。我那是迄个咱的北部族的人，啊嘛已经拢汉化去啊，吼，这巴塞族，伊过一个巴塞族，啊，凯达格兰族嘛差不多拢汉化去啊，吼，即拢汉化去啊。过来，我简单介绍迄个原住民的文化吼，诶，高山，迄个以前叫做高山族吼，啊，咱即马台湾政府改做原住民吼，以前叫做啊北部族改做原住民吼，啊伊。伊有十几个，目前拢总有14个族群哈，有14个族群，啊，啊，咱的来源哦，拢是我迄个说中国的迄个东南方啦哈，靠近中国东南方，不是中国的东南方哦，是靠近中国的东南方，不是中国哦，啊，不要把这个靠近把它拿掉哦，所以你找到的物件，因一寡迄个说中国人足爱搞一些小动作，把这個靠近提掉，我听我扣到干，靠近中国东南方哈，诶啊，做沿海的古越人。哦，就即卖迄越南甲辽国迄边来，大部分拢对迄边来，哦，啊，这是因的讲法啦。不过伊即卖考究起来吼，是咱的人对迄边去的，哦，咱这边是出发地，因那边是目的地，哦，唔是因那边来，是咱对遐去的，哦，咱这边才是发源地，哦。过来啦吼，伊即卖有一寡迄个介绍者，迄个1945年的时阵哦，蒋介石来台湾台湾的时阵哦，伫咧1947的二八事件了后吼。然后迄个南京政权吼违法征兵吼，然后差不多2万的人吼，2万迄高山族的吼，咱迄以前个高山，即马即个原住民啊，原住民伊差不多2万人吼，去互逼迫吼，去参加因的国共内战，吼，因来台湾的时候，甲咱违法征兵，然后去参加因的内战，巩固他们的政权，这真好笑的代志吼。啊，即马还佫有差不多，伊伫个啊做1990年时，佫查起伫个迄所在吼，对迄个啊做。迄国共内战有留落来人，甲进踮迄个所在有摊2900+的人吼。好、哦，咱有一个共同的模式，就是无家己的文字，不过咱拢有一挂口传的历史吼、哦。啊，其他我就卖阁解释，我尽量较紧的吼。即个资料我我想要印啦吼，不过这伤多啦，我那若有 email 啊，我尽量用 email 寄给大家安尼吼。诶，会聊的时候叫大家吼，布隆族啦吼，伊伫咧人口内面吼，布隆族刚在顶刚来，布隆族无嘛吼，布隆族有6个族群啦吼，嘛住南岛，足侪咱南岛是迄个所有的种族的那个大会所啦，拢伫迄个所在吼。啊，因是拜月娘的吼，啊布隆族的一个特色就是因有一个半音合唱吼，半音合唱，因的和声啦吼，是即马是迄、那个啊做。嘿，联合国吼，拢有给认定伊是世界音乐的瑰宝吼，伊是真迄个。我介绍这个和音啦，一开始是迄个给音乐先开始唱啦，因为咱无所谓的八部和音啦，无这个八部啦哈，在音乐的那个生平起来是其实只有4部而已啦，4部和音而已。啊，不过因为因过经过那个泛音哦，跟泛音之间的那个穿插哈，在那个声谱上面哈，可以看到8部的效果哈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5度泛音。哦，不是八部啦，也没有八部这个东西的哈。不，台湾啦，台湾是台湾的第二大民族哦，伊嘛是贵族制的哈。啊，因迄时有分做北台湾、南台湾甲东台湾，哈。啊，伊嘛是用琉璃珠，我头道有特别介绍这個琉璃珠哈。这琉璃珠几乎只要那个平埔族哈，跟那个比较近台湾族的哈，其实这个琉璃珠是对啊做卢凯族压出来哈，啊卢凯族。教迄个排湾族，啊排湾族佫教所有迄个做北埔族的人安尼。啊，即、這个贵族制度吼，有分头目、甲贵族、甲勇士、平民4个阶级。好、哦，爱、因的图腾是人头纹啊，百步蛇纹。好、哦、啊，头目是地主。好、哦、啊，
啊，因会当做一寡外交的动作，他们有外交权的哈。啊，这个时间的关系，我尽量小加开一下警车吼，过来介绍阿美族吼。阿美族吼，就是迄个即卖目前台湾迄个原民族内面人数统计的族群吼。啊，若个含迄个那个。甲迄个平埔族的迄个叫做西赖也算入来吼，哎、欸，都不一定啊，这个不一定啊，吼。以前叫做邦查啦吼，啊，即卖叫做迄个阿美啦吼，啊，目前原迄、那个原住民内面吼，迄、那个统治族群吼，啊，意思就是这个阿美就是北方啦吼，阿美斯就是北方啦吼。即种伊个地理位置啦吼，伊个迄个叫做部落区分的，但分做伫个沙奇赖亚吼。诶，亚群啊，沙利亚莱亚群啊，啊，搁个七角川群，啊，甲豆兰哈、啊、伯里肉哈、啊，三个系统。啊，伫咧啊做其中吼、啊、有一寡迄个阿美族系的一些支族，他们有去争取证明啦、啊、哈、啊，叫做你前面的奇莱阿美族，叫做沙奇莱亚族啊，哈、啊，沙奇莱亚哈。啊，阿美族吼、啊、嘛是交迄个排湾族甲啊做咱的北部族同款吼。是母系社会，吼、哦，嘛是由迄个啊做长女吼，甲、哦、其他的女性优先啦吼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阿美族的起源吼，甲、哦、大洪水啦吼，槟榔甲兄妹婚有关系啦吼、哦。这若有兴趣的人吼、哦，咱内面咱即届来拄好有来一个专家，就是咱的迄个吴组长吼、哦，咱会当吼确定会后的时，大家请教一下，若有兴趣，甲请教一下，看这伊这一寡传说，大家当来互相做一下交流安尼吼。哦，伊、哦、个丰年祭嘛，佫有吼。哦啊，迄、那个丰年祭迄个时间吼、哦，不一定，吼、哦，因为阿美族的人吼、哦，他比较浪漫，吼、哦，在台湾比较浪漫。其实吼、哦，对迄个波利尼西亚人吼、哦，伊有60%以上的吼、哦、血统是啊做阿美族的血统，哦，所以一考究起来的话，阿美族哦，他们的那个碳十四哦，那个同位素去侦测他们的那个年代哦，那挖出来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骨骸吼、哦，已经有13500年的历史。好、哦，超过了哈、哦，等于你学到的不一定是同久的哦，凡是有够啊久的，还袂学到的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波利尼西亚人哦，他们已经哦，他们承认他们是从阿美族的那个族裔出来，嘛是有阿美族的血统，安尼。啊，这個、天数哈、哦，因为丰年祭天数不一定啦哈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过年要过几天哈、哦，不是政府决定的啦哈、哦，是长老决定的哈，歹势啊，这不是政府会当共决定人会当要放几天假，迄是长老当决定的哈。哦啊，因丰年祭的时阵会拍啦，吼，会收集一寡物件，买一寡物件，啊，大家来共同分享，吼、哦，分享安尼。啊，即摆嘛，还佫有一寡迄个阿美古调，吼、哦，阿美古调即摆还佫有流传，吼、哦，即摆还佫有流传。佮这泰雅族，吼、哦，泰雅族就是勇敢的人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。啊，伊泰雅族内面吼，伊分作一种有当中25个方言群体啦，吼、哦。然后25个方言群体代表讲，伊有25个部落哈，分散。啊，因的圣山我介绍一下哈，就是大霸尖山啊。最近在讲的迄个叫做赛德克啦哈，赛德克的故事嘛，赛德克嘛是迄个东吹西哈，嘛是归于第一啊做泰雅族的内面。啊，咱即马民政府即马甲正式改承认，伊是一个独立的族群啊。啊，伊是台湾原住民内面的第三大的种族哈。啊，即卖吼，因为一寡迄个泰雅族的族群里面，族系里面有一些纠纷啊，加啊做迄个泰鲁格族、赛德克族分立啦吼，啊，所以即卖有一寡文化、政治吼，无啥共款啦吼，无啥共款。啊，因我特别介绍者，因个泰雅族的人会当明年吼刺青，啊，要刺青的人吼，毋是凊彩人通刺青啊，共款是刺青代表是因是真好的人吼，真正有厉害的人吼，叫做纹面吼。因迄个纹面的作用吼，有迄驱除邪魔的作用吼，啊嘛美丽吼，因认为讲，阮这个刺青吼，这边画会画成两道，啊，大部分都用百步蛇纹或者是一些刺纹，你做一寡迄个啊，做迄刺纹吼，纹上去吼，代表讲是，迄个大人啊，就对啊，啊，伊我都做足侪代志安尼，吼，还有美丽像，啊，佮有族系的识别吼，啊，荣耀的象征吼，啊嘛是认族归宗的标志吼，所以泰雅族人吼，因的传统是有。在脸上有刺青，啊，因呢个性哦比较剽悍善战吼，哦、个性较直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尾来啊做雾社事件吼，把拍甲真厉害，
吼啊啊，尾啊日本吼、哦，为着要治理迄个做泰雅族，他们特别用心啊，因为泰雅族他特别的勇猛，啊、特别勇猛。那大鲁阁族吼、哦，啊，我头到解说啦吼，因即马有咧争取迄个官方认定啦吼，啊，这我嘛来解说一下。台湾原来的主人吼，爱有流亡来台湾的外诶，也做政权来承认啦，这是对咱台湾人真大侮辱，好不存在的物件来甲咱承认啦，这实在真好笑。啊，大鲁阁吼，大鲁阁族因叫做自治法案吼，自治法案因就是已经拍算要开始做一个自治法案，啊，这到时阵我们各族的那个，那第一关民州吼，到时候有一个自治区嘛，各族的自治区吼，会当来参考一下吼。啊，这我甲这草案啦，我卖时间的关系，我卖一条一条念啦，我好大家知道有这个物件吼。啊，那伊咪当做咱到时阵各个24族的那个各个自治区哈、哦，如果你们要做自我管理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要可以来参考这个那泰鲁阁族的那自治法哈，哎、哦，当来参考他们的一些组织然后一些架构啊、哦，这种规定他们全做加嘴然后我刚收入两个章节，这样我没有收入啊、哦。塞德克他都有带有概括啊。因叫做以前叫做沙基族哈、啊，沙基哈啊，因的有三个迄、那个方言群里，一个叫做德鲁古哈，啊一个叫做德鲁古雅哈，啊一个叫做都达，好都达哈。啊因的特征就是啊做一般的啊做迄个泰雅族不太一样，就是因信仰彩虹，啊泰雅族人是树木的子孙哦，因是他们是比较崇拜树木，是对迄个叫奇怪啊。出来的人哈，树木的子孙啊，阿伊嘛是鼻底，他是鼻底希腊雅族嘛鼻底啊。不过这卢凯啊，卢凯意思就是以前叫做泽利仙呐哈，就是住伫山顶的人啊。卢凯族啊，卢凯族即马目前的人口吼，我即马查个差不多万几个人哈。啊，因嘛是有贵族制，因为伊住伫台湾的周边哈。啊，因的贵族制较松散啊，哎，不过有些个特征跟台湾族不一样，因是父系社会，因重男轻女啊，有迄个查甫的哈。来继承财产，啊，因的图腾是百合啊，云豹、百步蛇，伊嘛敬重百步蛇啊。啊，荷兰通迄个做地理的时期哈、啊，我只写唔对哈、啊，不要写统治，写治理啊。卢凯族加荷兰人有通婚的记录哈，所以啊，到今嘛还有找到迄、那个那个有迄个荷兰族裔的啊，做迄个卢凯族的原住民哈。啊，因呢过来介绍周族哈、啊，周族伊分做北周跟南周哈。啊因的南州就是迄个做高雄市的纳马夏迄个所在哈，啊，因那有两个叫做卡纳卡富嘛哈，而且一个沙鲁沙哈，啊，北州佫有分做啊做三个哈，一个叫做阿里山，啊，一个特富野，啊，一个达邦，啊，还佫另外一个哈，这两个已经袂去哈，这两个已经因为伊无团啦哈，伊母猪啦哈，佮做迄个做伊母猪哈，佮做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鲁富都啦，这两个社吼已经无去啊，因为已经无囡仔，伊无迄个传没有传人啊，他的酋长没有传承哈。啊，伫阿里山诶、那個，即卖有诶州主八个部落啦哈，然后他们三个南北州有三个族群呢，他们的语言啊互相不太一样，虽然是同一组，可是语言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用语言下去区分啊。所以我有当时咧讲华语诶时阵啊，我无代表我是中国人咧。哦，这感官艺术啦哈、哦，所以包括族群呐、啊，在周族里面哈、啊，因有三个族群都不一样，可是他们都是周族，哦，这大家爱家分得清楚安尼。好，过来介绍达悟族啦哈，达悟族是海洋民族哈，也叫做亚美族，好、哦、啊，伊咱这边目前迄个南屿啊，南苏迄个所在，差不多650吨的时间哈。哦他打包那时间，啊，因有些渔船组织哈，因都是迄个台湾人原住民那边，为用迄个渔业做主的迄个啊，做主要的迄个啊，做生活的迄个民族哈，啊，嘛种一挂小米甲芋头，啊，因的渔业是由查甫做哈，那农业无查甫做，种蚵仔啦哈，啊，种一挂迄个农产吼是查甫来做安尼，啊，查甫来抓鱼抓飞鱼啊哈，啊抓一挂迄个啊重点重要祭典的飞鱼祭哈，因对这飞鱼非常重视，啊，飞鱼祭结束之前哦。一定要把这个渔获吼，大概分了好势，啊，食完，啊，来也无的，啊，拍干，啊，来，食愈济吼，会来愈济啦，吼，因为这是因的传统啦，食愈济来愈济。
啊，因的语系啊，我头头有介绍过，因是巴丹群岛，是含迄个菲律宾那边过来吼。啊，因为迄边考古，伊到今目前啊无挖到迄个超过650吨迄个骨骸啊，所以目前以这来判断吼，目前是由巴丹吼，伊个菲律宾巴丹的人过来吃的。啊，人到时阵啊，有法度从男女迄个所在挖到搁较早骨骸，吼，咱就会当换咱家认定，咱是咱对男女过伫个巴丹的，安尼。啊，即摆目前差个是680吨的时间。啊，搁一寡消息的民族叫做，一个叫做高高啦吼。我们不要用，卖用迄个做华语家店啦，搞搞啦，这是用迄个罗马拼音写，考考啦吼，是伊嘛是白毛族，啊伊尾啊已经叫迄个哥玛兰已经同化去啊，啊个另外一个塞夏族吼，塞夏族一个传说吼叫做矮人啦哈，还有一个另外这个一个矮人啦，伊身据那个文献是讲伊身宽无到四尺啦哈，啊也要天文，也要地理，也要武术，也要咒诅，也要咒残哈，也要咒残，也要用那个用诅咒下去消灭敌人啊。啊嘛有医疗啦吼，啊塞夏除了塞夏族有矮灵祭之外啦吼，啊卑南族、卢凯族吼，啊泰雅族、布农族吼，拢有矮人的传说啦。啊嘛有人讲这个矮人吼是啊做外星人啦吼，啊这是不可考啦，这是不可考。啊其他时间吼，因为较济啊吼，我卖个讲上济，我简单来介绍迄、那个我啊做即站有咧处理的一寡代志啦吼，我大约甲大家讲啦。即卖目前吼，咱台湾的迄个也做保留地吼，就这个所在啦，这是观民会迄边提供资料，所有的那个台湾的原住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吼，啊，大家当看这个所在什么所在，你知道？伫咧山顶，伫咧山路那顶，啊，伫咧山卡，啊，无就伫咧水边，这咧创啥，你知道？甲咱关起来要创啥，你知道？要甲咱消灭的，因为迄所在叫做危险地区啦。啊，除了危险地区吼，那个天灾来的时候，就请阮迄个也做阮妈妈因那边后头一边吼，小林村整个灭村以外吼。啊其他吼，佮后佮一寡吼，他用一些法令甲你绑咧，互你我都翻身。我来甲大家做一个介绍。吼，我希望吼，借由咱这个民政府的力量吼，会当甲所有的白埔族啊，迄个做咱的原住民吼，大家拢会当生活伫咧一个较安全的所在吼，对迄个所在重新恢复我们的文化。啊，时间的问题，我大家介绍一下吼，这都是迄个水资源保护法吼所规定的所在，即从冲突的所在啦，即土形冲突的所在哈，不得开垦啦哈，即个所在就不能开垦啦哈，即嘛未使哈，即拢未使啊哈，即是水资源保护法的区域。佮后一个即是国家公园，阳明山国家公园啦哈，啊做哈，即一寡国家公园，即、这个所在嘛拢未当开发啦哈，即即嘛目前政府规定的哈。过来即保安林哈，保护法哈，即、这个所在嘛是未当开垦哈，啊西奈所在伫即个所在，西奈新华个所在哈。也嘛袂当开垦，吼，因为遐嘛叫做保安林，吼。我再讲啦，吼，你甲所有的迄个做原住民拢关起迄个伊的保留地啦，吼，拢伫咧山仑顶，然后伫咧也做山脚的吼。啊，然后伊要叫伊靠啥物生活？因为原住民拢是靠大自然咧生活，吼。你甲所有的法令拢甲绑伫身躯顶，伊也无在开发。去办一个过年嘛，向嘛爱去罚钱，嘛爱向掠伊关。前下国讲有迄个也做去种两盆啊，也做迄个挂菜尔，讲要去收成尔，讲强掠去安尼啊，强掠去枯流啦，吼、哦，这是真好笑的代志啦。所有的原住民拢住伫咧也做迄个危险地区啦，吼，是真正咧甲咱保留，也是要甲咱消灭的吼、哦。我是认为，因为我是台湾的囡仔，所以定我是认为是消灭啦。啊，恁大家自由认定啦，吼、哦，我是认为得甲咱消灭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有的。阮厝边哦，甲咱赶离开咱迄个做工啊留落来所在，主灵的地区啦吼。咱无土地了后吼，避别爱入去人的文化地区啦吼。咱来避别流浪，我们要被迫流浪吼。我们要被迫流浪吼，啊，被迫要使用别人的语言啦，习惯别人的生活方式，啊，被迫成为社会的弱势族群，甚至被迫成为社会边缘人，哈、哦。啊，伫咱即摆民政府的管辖之下，咱有一个成立一个叫做迄个吴州长叫吴成立迄个州级的原民政府，直接都有土地权，嘛有迄个立法权，嘛有司法权，嘛有公平卫生、甲文化教育、甲自卫组织。到时阵吼、哦，咱官民所有的福利吼、哦，全部拢有等同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等同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。即我是甲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咱即摆前迄个原住民伫咱这边吼。哦咱要来改变这个，即摆目前吼、哦，所有的迄个现状吼、哦，一定爱甲改变，无咱会像阮妈妈因那边的，一族人同款啦，先来叫灭村吼、哦。
我简单过来介绍一下吼。即我阿做即两工啊处理个代志啦吼，时间个关系我讲一下吼。迄当作时吼，即、这个希腊个案吼，伊阿做伊伫咧新化林场啊，迄咱希腊也住踮迄个所在吼，踮日本时代日本人来进前拢住伫遐吼，迄、那个日本人发现到迄、那个伊接管全部台湾了后，然后伊佫开二十一冬个时间，甲迄个整个台湾吼、哦，全部拢甲伊完整吼，甲伊收复起来，包括迄个做以前后山个所在吼，迄、那个以前个新番地啦，新番地所拢甲收起来了吼，伊、哦、有发现到新化林场迄个所在吼，有带迄个原始个原住民，迄、那个希腊雅人吼，以前就住伫遐，日本人吼，惊讲哦，这片那个以前迄个所在吼，是一大片的那个原始的那个柚木。这个柚木啊，这个珍贵的地点，这珍贵的所在的西安来讲，这是一个见证哈、哦，整个台湾版那个地壳哈、哦、变动的一个机制哈、哦。因这柚木哈、哦，这原始的柚木哈、哦，原始林的柚木，一时应该爱活在迄个叫做高海拔的所在，那也伫咧迄个新华的所在，新华迄个所在算不算高海拔哈、哦？那是台湾的唯一的哈、哦，那个在那个低海拔的那个那热带林的那个柚木哈、哦，热带林是不应该有，就是讲以前是。住伫关山，因为板块运动了吼，会降落伫迄个所在，它是很珍贵的一个象征意义。好、哦，日本人要开采呢，因就三丛出一丛，哦，惊讲迄个所在伤密吼，会倒火，所以请这希腊的人吼，就讲啊，这个关山认同这个叫做希腊的人是原本就住伫遐的人咧吼，就请因吼来斗三工吼，甲这个林场吼做一个整理吼，三丛出一丛，然后出两米宽。做两米管，安尼吼，倒火的时阵哦，也是讲叫雷公卡修，当时啊，规片修了了，迄无菜咧吼，就安尼做一个管理。国民党来的时阵哦，规个修了了，含迄个啊做迄个老两米管吼，要到新北过后半院的吼，全部拢甲凑去做迄个做茶刀，迄个做一挂迄个刀啊，吼，做一挂地刀啊，吼。即卖迄个所在吼，迄个政府吼交给财团吼，然后要来做开发，用一个很光明正大的迄个名义啦吼，甲迄个国。做国有土地吼、哦，改分割过哦，迄个做中兴大学植物系哦，做迄个做林场，哦，然后林场再来用这些所谓的学术吼、哦，要来恢复林相，哦，再过来重新要被改下希腊人关照，哦，其实他后面哦躲了很大的阴谋，伊就是来用这个经济开发被他搞个财团吼，因当后头边迄个附近哦，建设一个叫做五星级的饭店，要创啥你知道？要来搞迄个也做。吸引遐做中国遐观光客吼，要来赚遐钱，要来赚遐钱。你要赚钱无要紧，你知道？你问题你袂当甲原住民共赶走啊！人迄个也做迄个日本时代较早前，人就住伫迄个所在啊，吼，都已经住伫所在，迄是真不同啦吼。阮台湾民政府吼，迄改革了吼，迄个第十四任的迄个理财长吼，伊伫咧八月初了，即大家注意了，伊八月初才上任哦。旧的即个萧介夫吼，即个校长第十三届吼。伊伫咧七月二十一日时呢卸任，你不感觉足奇怪？是啊，奈7月21号卸任，然后8月1号才上任，新就任之间不是要同一天吗？要交接嘛，他们没有交接，紧急落台，现在紧急落台咋？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去因遐吼，要因有一张迄个函件啦吼，就是伊要来甲咱提啦吼，当作是个执行案，保险执行案啦。我讲希腊也住，唔是原住民啊，所以唔是原住民，当个关照不受那个所谓的2007年9月13号的那个国际联合国的那个权利宣言、啊、保护、啊哦、所以就是用这吼、個、来咧搞迄个做原住民、啊、要甲管理开这个迄、那个新化迄、那个新化林场吼、哦，伊这几个法院执行处的一个函件吼，伊、哦、就讲啊，这昨啊，就是8月26号，我昨嘛还对伊遐起来吼，迄、哦那个9点40分吼、哦，要来。拆除迄个做新华诶迄个所在吼，就是伊迄个希腊也住诶所在九号啦吼。那这就是咱当初时吼有去啊插旗啊一寡迄个吼。这个是林场啦，这是啊做迄个因新华林场迄个所在，迄个希腊也住诶林场吼。大家当看哦，你注意看哦，讲因无土地权啦吼，袂当谈遐大啦吼。这问一下，这门把是向后伊诶，这实真好笑啦吼，有。已经纳迄个房屋税吼，已经予咱门牌迄个房屋税个纳偌久啊？吼，已经纳偌久啊？竟然讲迄个所在是因的，是安那是因的，因为是高价嘛。我林场吼，知影讲你是希腊的人，你是原住民吼，我为着我，就借由那个整个那个公务组织吼交接，哦交接不完全嘛吼，我高价的时阵，
做中央大学收到的信息讲，啊，我收到的信头顶也无写讲原住民，我来处理原住民的代志啊，所以原住民也赶走，哦，安尼啦，削足适履啦，要甲这个物件赶啊，中央就后壁开发，就是一寡利益开发啦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因插旗的情形啦，吼，这阮甲插旗，这个是咱美国的迄个做迄个旗啊，美国国旗，啊，这个是咱迄个做美军的迄占领旗啊，咱。这户就是要甲贴迄个住户啦，规户规栋，包括这头前遮、前院甲这后壁这个分焦独爱的所在吼，拢要来甲贴吼。啊，这要来大家分享啦吼。尤其咱由咱迄个台湾民政府积极介入吼，甲美国相关单位吼，甲咱协助吼，中华民国政府吼的执行命令吼，因是法院的执行命令，司法是独立机关哦，正式失效。要让他政治失效，很简单，两支旗子把他插下去，他就政治失效。我们没跟他顶动，也没跟他控制，也没跟他牵结，也没跟他放火，都没有、哦、我就是去炸相机，要去看他怎么把我们拆，不敢拆、哦、后来怎么你知道，又来一张、哦、撤销了，所以我没要跟他拆，跟你罗建书说要跟他拆，七月十五罗建书说要跟他拆，八月二十三用一个罪数件、哦、较紧的，我没要拆，你没拆通知遐也做外包商哦，通知遐也做遐集平处所有的单位，包括水机关遐也做电力公司啦，毛条，啥毛条，我长期机啊伫啊，迄两机啊足恐怖的吼，对中华民国来迄个流亡政府来讲足恐怖的吼，哦，实在有够恐怖啦吼，啊，这是我那第一个，我希望讲借这个空间啦吼，好、哦，再次证明美国的台澎占领权哦，凌驾于中华民国哈、哦，迄流亡代管权之上。目前那个流亡政府的执行命令只需要美国国旗再加上、美国军事占领旗两根旗帜吼，就当可以去效啊吼。即我昨吼迄个亲身去甲查迄个验证倒来吼，啊嘛真感谢咱迄个也做所有迄个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同仁吼，大家配合哦。啊，咱来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验证我们插了这两根旗，虽然只有两根旗杆吼，它有没有用啊？吼，以前还搁带去牵鸡卵啦，爱控精，爱去甲遐个。四几落年时，咧六七年啊，啊无爱搁较纠缠哦。咱关注当时搁较纠缠，要过落冬咧吼，啊太爱不阿久，啊就机啊差咧倒啊吼，旗子嘛差咧。所以我当下吼呼吁大家啦吼，在需要正义的地方吼，插上美国国旗跟美国军事占领旗啦。好，所有台湾人诶，咱来看清楚台湾的主权哦，毋是伫咧流亡的中华民国身躯顶。啊，我嘛借这个机会吼，甲迄所有咱要争取证明的平埔族吼，咱来讲哈，我们在台湾的土地权哦。不是在中华民国身上，我们都不需要经过中华民国的承认，我们要谁承认没关系，那爱尔兰那里做美国啦，好 AIT 啦，本来是要来运作迄个九月十三，咱的迄国际原住民日，要来加正式来加迄个下对啊，啊，不过我今麦咧收集人数，啊较无用哦，所以会较延后，哦，不过咱这個动作嘛爱做，咱要来争取证明吼，除了讲咱所有人哦，拢爱来通过以外吼。咱无需要立功啊！这立功只要伊无身份，伊家己无身份，咱啥爱好？迄无身份的人来认咱的身份，伊毋是人呢，对吼？他是一个很奇怪的组织，也不是政府嘞，也不是很单纯的流亡政府嘞，也不是很单纯的那个所谓的恐怖组织嘞，吼、哦！讲伊是失去土地，伊还佮金门妈祖，足奇怪，啊有金门妈祖唔等于走来你这边，这才真奇怪，全世界敢伊尔吼？已经证明了吼、哦，美国国旗吼、哦、在那个跟那个美国军事占领旗的保护之下了哈，那个独立机关哈，法院执行处哦，也不敢动西拉雅族的一草一木了哈，甚至堂堂贵为中兴大学第十三届的校长啊，都必须七月二十一号紧急下台的方式找个台阶下啊，啊找一个推来哈，啊新任的校长哈，伫咧八月初才匆忙上任啊，其中有十一天的交接期啊，这十一天的时间哈。大家好好思考一下，这不是说后面有一个政治力啦吼，在有状吼，他也不爱干脆就同一天看在七月十一新的来吼，啊就是因为你还没找到新任的校长吼的时阵吼，就任的校长就马上被解职了啦，讲一下紧就是安尼，啊这就是伊已经很匆忙啊，匆忙到已经不行了，伊还没找到迄个中央大学的校长，先把这个压代志的第十三届小改又甲解任啊，先甲解任，啊不然再八月初再来报。啊，这两支旗啊，就会当予迄个法院的执行处吼撤回，就会当予迄个大学的校长落台，啊，就会当予原住民吼以和平的方式吼获得财产的保障，啊，甚至可以将本土台湾人哦，解救出这六十六
六十六当来迄个政治炼狱吼，啊，拜托的吼，拜托所有的学员啦吼，咱伫咧上需要正义的啊做母亲吼，台湾土地上吼，咱来个插班迄个啊做美国的国旗甲美国的军事将领旗，哦，这个迟来的正义吼，加紧脚步，希望咱台湾人公道，这是同和平、同理性、同直接，搁同有效的方式，哦，啊有效无效，啊昨天吼已经我们亲自都已经去验证过，啊希望讲吼，咱大家吼。用最和平的方式加入台湾民政府，赶快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地区啊插满我们这个美国国旗，好、哦、啊，好，美国哦，他们来重视咱这些所在，我们必须要脱离政治炼狱，好、哦，这希望大家来共同来努力，好、哦，感谢大家。起立，立正，敬礼，请各位到去楼卡用餐。